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，我是峰峰，刚刚去取了个快递回来。人家不要剪烂了吗？这是我剪快递最斯文的一次。哎，两个雨水。他不会跟我发一样的吧？这个是双层的，这边还有一套。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啊？对，这个我给我大伯买了一个这个鱼笼，因为现在我大伯一个人住的话呢，他白天他不去干活的话就会有点无聊，他做了钓竿，但是他又不会拿钓竿钓鱼，给他买那个网，给他去网鱼，这样子可能他就不会有这么无聊。给他拿几包料上去，我们去大伯家走。大伯家，哎，我大伯呢？阿伯，阿伯，林大爷，他在菜园。又鱼池了，又鱼池了，鱼疗。你刚才没看看？什么鱼上人都会烧的，我去深圳讨几块鱼上。这大把鱼上，就是啊，种庄鱼上，我就喜欢搞鱼上。最过去跟着，你用那小你拿几块肉。拉上来，你这鱼整下来，你抽下来，现在根本取得来了的，就是跟那这个就鱼疗从这丢进去。你望鱼的时候，解开这些收鱼的地方啊，鱼虫解开开鱼，开鱼的地方，你没咬的时候你放起来，你防笼的时候你就放起来，我把你放起来先哦。这个是新网，哟，就好像打电的，还是养的。羊，我会骗我咯，打的呢？没打的。羊啊，羊的。我有多买嘞？没有多买。哎呀，我都给他都弄起啊，打弄起啊。结果甚至，你没用的时候，你说你收的时候你，压那得了。你有看，他收鱼上人了，收起来，哎，听到吧？别想我改起来。拉起来的时候可能有点力气不？要力气。要拉起来没？你这样门拉上，你这样这种天没蛮好装的。妈，这些兄弟才好装。啊，敲地难个。可没。立即放在敲地个。你这样门可给嘛也黑了。再一个，准备帮解散。我大伯的电话现在也被我搞流行了。汤圆你热没？我要去。啊。汤圆热没？汤圆热没？吃好啊。汤圆热。哎呢，我阿伯望雨，喂，开玩笑，我们两个一老一少去望雨，是啊，去望雨，几开心。你发个视频给你，刚刚雨了是不？回来都得啊，回来人了，回来看都得了。哪这么轻？哪轻？没讲那种哦，没讲那种，没讲轻。要轻啊，要讲轻，要轻啊。帮我看都是更辛苦你们，我讲钱。哎，我求求你了，人哦，我来讲钱。我给你好玩好耍，没得你一天无聊没有地方去。我自己买我一房哦。大约你有哪房？大约在桥底的大房。八点也在桥底。桥底。桥底硬拉的不？我哪里硬拉的不？没拉的。一旦门搞的。啊，一旦门搞的。另外门搞的，另外。因为今麦热了啊，就是那天暖的时，暖的时，暖的搞很多大把子，要是，免得大伯一个人在家里面无聊，是不是？也白天又没几个人讲话，买个鱼笼过去跟大伯，然后到时候我们一老一少的去，乐开花，乐逍遥，花花夜不今天不夜哦，今天不夜，
今天不夜不分。今天不夜。不夜、嗯。但是我们还是夜夜夜夜夜。Come on。啊，我们哪天去跟大伯出去网鱼，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们今天视频先到这里，拜大伯去了，拜拜。